先行一步的同伴们似乎都在浴血奋战。好了，老大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江边设置了工兵，这下敌人也不能轻易渡江了。幸亏准备了10万支箭。好，我们也要加油了。蔡瑁大人和张允大人被处死了，听说是被人发现他们勾结敌军。喂喂，没了他们还要战斗？可是没有其他人能指挥水战了。哎，我头疼的无力战斗，过去从没有宿醉不醒到如此严重。我才没有喝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庞统老师的酒还真好喝。哎呀，辛苦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不，没什么。请加油啊。你也要多加小心。绝不能有所闪失。刚才那个人总感觉哪里有些奇怪，或许还是调查一下为好。是被注意到了吗？既然如此，就没有办法了，受死吧！你是曹操军的人？莫非是为了探听我方的情报？小姐，真是势力强大呀。你怎么认识我？夏侯渊大人，小姐变得很出色呢。你击败了敌人的密探的，不过难道你不是？很抱歉，怀疑了你。您真是实力出众呢。我会向孙权大人报告密探一事，也会告诉大人你不是奸细。那个人认识我，莫非是伯父的手下？不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即使悲伤
也必须前进。太好了，似乎进展顺利。我说，你这身本事是在哪儿练的？要是天生的，那也太吓人了。要火烧敌船，就必须连起他们的船只，首先让他们意识到晕船的可怕吧。攻击这附近的弱小水兵，一旦他们战败，曹操也无计可施了吧。船只起遭遇敌人，这真是棘手啊！敌心，不行，头晕眼花，动不了。大家好像正在因为晕船而难受，不过我也不会谦让。要是能解决晕船的问题就好了，现在士兵们也和我一样只剩半口气了。我击败了敌将。我说，你这身本事是在哪儿练的？要是天生的，那也太吓人了。
好了，似乎进展顺利。啊，不错不错，就这样继续努力呀。我头疼的无力战斗，过去从没有宿醉不醒到如此严重。我军不惯水战，晕船在所难免，必须想出什么对策才行。根据报告，徐庶大人应该就在这一带吧。在新野的时候，徐庶大人曾帮助过我，我实在不想看到他被卷入火境。有人需要搭救啊，如果提前告诉他火计的事情，就一定。我不擅长手下留情，因此不知道你能否全身而退。敌人竟然已经攻到了这里，就算击败我，你们也得不到任何好处。你说这里被烈火包围，要我快点离开，你居然为了我，真是感激不尽啊。太好了，似乎进展顺利。啊，不错不错，就这样继续努力啊。